你的皮肤怎么可以保养得这么好啊？皮肤啊？对啊，你皮肤真的很好哎。小心小心一点，对不对？小心一点，大家小心一点，好不好？我其实我比较注重是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有，应该你们有听到吗？没有听到我讲话吗？可以再大声一点吗？哈。其实我比较注重在保湿跟洁面上面，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保湿，因为皮肤如果没有水的话就会很干，水干的话就会长痘痘，所以一定要好好做好保湿，然后要选对面膜。对，然后你刚刚有讲保湿跟清洁，对不 对？好，那另外呢，我想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常常要拍戏啊，熬夜啊，怎么样维持的？怎么样维持啊？是保持一颗开心的心态。哦，是不是运动也很重要？运动，对，因为我最近就是有在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落枕。好的。其实刚刚我们在休息室的时候，他有说他落枕了。我的麦好像没有声音，对不对？他落枕了，大家应该很心疼吧？对不对？我来拿了，不好意思哈，对不对？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落枕啊？我最近在学那个骑马，因为如果看我的 IG 都知道。所以就那马就是这样动动动动动，然后就扭到了。对。但我觉得运动加清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绝对不能偷懒，尤其是女生，好不好？我看一下，检查一下大家的毛孔怎么样。OK， 你们的毛孔，你们的毛孔适合去用一下 Innisfree 的面膜了，好不好？对，而且其实夏天到了，我们的这个毛孔常常会有一些那个累积的杂质，比如说油脂啦，哈，一些脏空气的污染，所以真的这个定期使用面膜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小撇步。那我想呢，大家都有看《以你为名的青春》吗？都有看，它在里面很会撩妹，对不对？是不是？哎，你怎么撩的啊？撩一下嘛。你现实生活中都是这样撩妹吗？我现实生活中不会，而且我撩妹技巧全部用完了，所以今天看不到了，好不好？不然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我自己亲身经历。好，大家好像不想听哎。有啦。我走。还是这就是在撩了？没有。就是我之前上个礼拜收到那个 Innisfree 的面膜，毛孔洁净面膜，然后我就因为它是黑的嘛，然后我就敷在脸上。然后临时我就看到我有一张管理费没缴，可是明天就过期了，可是我才刚敷上去，所以我就直接这样出门去我家的 7-11。 对，然后那个店员就吓到，就直接这样出门。对，我直接这样出门。你是连城祥耶。可是我涂上那面膜没有人看得出我啊。是吧？我相信你现在涂给我看。OK， 拿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膜蛮可爱的，就是不要在深夜用，对，用了也不要出门，对。因为我有一天在家用，我妈就吓到，她说家里怎么会有个黑人？对，我就跟她讲说，这是纳美人。你们有看过《阿凡达》吗？纳美人是蓝色的。没关系，就颜色接近就好，不要那么那个。对，是在撩妹的。没有，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涂上这个，你会变成更好的人种。OK。哦。能 catch 到我的点吗 ？OK， 所以就要用，好不好？当纳美人啊。但是应该是说你的撩妹重点就是现在紧张吗？就让女生开心，对吧？她们逗乐。类似，就比如说不开心，你就是敷个面膜带他出去，敷着面膜。好了，我讲真的啦，这次有先抢先使用我们的这个超级全新进化版超级火山泥毛孔洁净面膜，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使用过后的心得呢？听说因为除了面膜之外，你还有这个自己非常爱用的小东西。你们知道最近推出了面膜棒吗？超级火山泥毛孔洁净面膜棒。对，